为什么我说我是永远22岁？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到香港，那个时候走，哇，好漂亮，很开心，我觉得很幸运，很多机会，我学习很多。出演《人鱼公主》一夜走红，钟丽缇成为香饽饽，成龙、李连杰都来抢她。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也不会讲广东话，但是我很幸运，一直是很顺利，可以跟很多大腕一起。就是拍戏，刘德华、周星驰啊，什么成龙啊，还有李连杰。那个时候他们是啊，我要 Chrissy， 那我要 Chrissy， 那我可不可以两边都拍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成龙在加拿大拍一个大部戏，我特别想拍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拍那个《中南海保镖》在香港，每天都要拍，所以我只能选了一次一个。谢谢你。你扶着我，慢慢下去。啊，那个时候真的我很。开心每一天，我还是记得最后一天我们都哭了，因为舍不得。